板球，加拿大拿到，林，这是刚刚林志伟一个成功的防守，效率就没有这么高啊。这球给到拉尼夏，好球！一个组合碰碰到高位之后，博城在低位，这一个配合做得还不错，是打得漂亮，同时有三分打的机会。陈国成奋力抓到这个长篮板，篮底下再交给林志伟，篮底下加晃之后，好，再看一次，哇，这个晃人啊，也把他对方的中锋 pose 给骗了起来哦。球被中华队拿到，前面发动快攻机会，彭俊彦跑到最前头，再给周国成，一下滑了一下，对，这个刹车有点快滑倒了。是。不过还好周伯成有跟上啊，两个进攻篮板，但最后加拿大并没有放进，三篮底下空了，胡龙茂，这个球周一翔给的太漂亮了，周一翔这个一箭穿心的 no look pass 找到了胡龙茂， Kevin 在篮底下得分，加拿大喊出战。